学长，而且这个地方，对，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前练舞的地方。好，我在这边成长茁壮，所以这边是我的主场。哦，那来到韵律教室呢，一定少不了我们的公主了。哎呦，这边也有公主的，没想到你这样子转进步了耶。当然进步了，还是有点汉典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的地盘嘛。对，在这边也不是舒适圈嘛。对呀，舒适圈也不知道在那边约过多少女生，对不对？慢慢慢慢，好，我们来欢迎公主207号，来欢迎，欢迎我们的。就给大家下马威了，看到没有？来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这个林婉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热舞公主婉璇。婉璇，欢迎婉璇。谁是武林高手？游戏规则：每轮有两位学生，只有一位是真正的武道高手。两队选出较多的武道高手即获胜。欢迎我们两位同学进场了，欢迎两位。这两位快快怎么猜？对，看起来都很会跳，而且都很敢穿。公主要给我们一点提示，你做了起立蹲下。哦，这个好看，是看得出端倪的。等一下，可不可以稍微先知道他们的名称？好，怎么称呼？来，怎么称呼？大家好，我是热舞社社长，我叫白白，我平常跳 jazz。然后我比较害羞，可是我很喜欢跳舞。热舞社社长已经唱出来了，这我一定有印象的。白白，我你看两个人明明他是黑的，他硬要叫白白，怪怪的哦。逻辑是他的肤色啊，没有，我也喜欢黑黑的。这一位叫黑黑，对不对？这一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才是真理热舞社的社长。哇，叫做 Joy， 我的舞风也是 Joy。哇。秀一下，其实蛮协调的，有眼，有眼哦，对不对？他们从泰国跳，我跟你说，他刚刚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在眨眼睛，心虚是吧？在想啊，做场。对，哎，可是他们两个样子都很跳舞，很运动，这样子是梁哥他们弄的，衣服借的啊，头发后来我们就特别出道叫他们去染的。对啊，但是我们这样猜哦，都不如直接看他们做起立蹲下。对，动作最好，动作是最重要。好，来起立蹲下，来，那就由这位白白先来好了。预备备，起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应该不会是骗人的哦。对啊，这个问一下，问一下，这个算 OK 耶？怎么样？英 OK 吗？英，你觉得他刚刚太轻松了？他没有这样降下，他是有，应该是，而且他起来的时候还有微微撅一下，对，有。脚弄喝醉了有没有？在夜店，尤其是他一起立蹲下去，哎呦喂，一路退，去哪里啊？对，推到夜店门口，还没看，退回家了。训练的话就不行，哎，你 OK 哦，有一点后路。对啊，你刚刚前面表演成这样，那这个开始紧张了嘛？紧张了，更厉害，眼睛眨得更厉害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试试看，来，热舞社社长，哎呦，对，原来他刚刚那个重心不稳是为了要镜头，对，他要去找镜头，他可能表演经验丰富，不一定啊，现在很多人都在直播啊，
人找不，搞不好是直播组啊。心里面已经有底了。奇怪，两个人怪怪的。怪怪，两个都怪怪的。好，哎，这样可以选择了哈。可以了，我们可以选了。我可以选了，我确定就是他，他是热舞社社长。没错，对，加油喊了，谁赢谁就赢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最厉害的 Joyce， Joyce， 拜拜，要下 S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白白秀一下，来来白白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 OK， 我觉得我们选对人了，选对人了。整个这样一条在这边这样，然后这样哇，好像练九九成功也没这么厉害啊。是泰国的，不一样吗？ OK， 因为他连波头发的样子都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角度不错，性感，不错不错，好厉害，延续我们热舞社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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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白不分的拜拜。那就跟大家宣布一下了，就是我们的拜拜获胜。两位男生啦，男两位男生哎，来来来，那他们俩手牵手看起来不会跳舞，怎么跳吗？对，我们怎么选？走错棚了，走错。来来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我的名字叫做令鸿，我练舞练了20年。你是哪一个？你是哪一个灵演训练班出来？还是你在演舞台剧啊？灵演训练班哦，拜托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武林高手。假的。武术社啊，武术社啦，我已经有答案了，另外我也有答案，其实我也有啊。另外一位，我叫浩如，我喜欢跳舞，平常喜欢练武功，我才是你们要找的武林高手。喂，他有那个 style， 喂，那我们就想问题来问他们。好，我们想问题来问他们。好，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摆出？
螳螂拳的招式。pose 就好 ，pose 就好 ，pose pose。螳螂拳。哎，怪怪的啊！怪怪的啊！好，有点太过了。这更假。其实，因为两个都是男生了，但其实说你们说在这边男生要会跳舞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，有一位已经结婚的，这一位，我告诉你，他是一跳舞，他跳起来就是不会放手的，男团哦，不会放手的，哎，你们是要问问题啊？现在你都放弃螳螂拳了，我们单纯想要满足我们以前的看他们跳舞的那个氛围而已。还没有问完啊！来要问，来要问，你们可不可以快一点？好，谁有问题？哦，我们男生要练舞的话，应该是要不怕冷，不怕冷。冬天嘛，要练，不要我。哦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接受冷的考验。哦。啊，所以考验，请你们先把衣服脱掉。脱上衣。对。哎呦！就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刚还没 cue 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这样子了。Stand up。OK OK。好 OK。猜拳。应该也是猜赢了就赢了。猜赢了就赢了。对。好，来。还要猜哦，快出点。剪刀石头布。Yes Yes。这一关根本就考验我们猜拳而已嘛。对啊。猜拳。来。OK， 我先选了。好。这个。对，是还需要考虑吗？这一位加入我们的战队，没错 ，Yes， 而且他一看就知道是跳 popping 的，对，要不要信？他的衣服绝对太 lucky， 哦 ，popping 还是 lucky，popping 还是 lucky，popping，old school，old school， 哦，对 ，OK， 我们这位就算会跳舞，我们也不想让他来。对啊，好像不是，你要接受他，我们直接就认输，然后进下一回。我们认输，第三回合才。来，用什么歌嘞？什么歌 ？Daddy 啊，那就是那个啦，整容整容有练过啦。来，示范一下，来，你们示范一下，怎么样呈现这首歌？兄弟阋墙要开始了，好 ，Music， 来哦。Popping Lucky b b o y 也是 Breaking 也是，你是 Bad Boy 也是 OK。 那我们要不要进入下一个环节？下一个环节，我告诉你，说不定这位真的 Popping 很厉害，说不定真的他会螳螂拳。对呀，准备很久了。好，来，有请的，来吧，预备 and music。Party time.
个太先讲了，而且得寸进尺了啊！他刚刚的舞风是 Ken 哥平常的舞风。他会这样跳，然后转的，我喜欢这种的。OK， 赞赞赞，是你们主观的。你原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的专长是什么？我是跳火舞的。啊？火焰舞？真的？那也算？所以也是一种。是哦，因为就。那算是特技，有一点特技的表演，特技，是特技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回合是我们获胜，所以这一回合呢，红队获胜。决战一回合，决战一关，欢迎同学。来来来，哇，怎么？哎呦，一男一女哎，这怎么比啊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来。他不会跳了，故意讲这种话，攻击中威了哦，很厉害，来来，这就是一样在 KTV， 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麦不会打枪，有可能是那种的哦，有可能来来，男生，哦，我是大三财经系系会长，我叫贝瑞，然后我没有学过舞，哎呦，这两个都，哎呦，这两个都是我，那这样子是不是不用比了？他们俩都不会，就平手，那就直接平手，就平手啊，那我们也可以没有赢，可以问一下，要问问题啦。我们先问问题啊，你们两个最喜欢的艺人明星？艺人明星，唱跳歌手。嗯，我们能讲牛奶吗？对啊，也不能啊。偷罗了，偷罗吗？对啊，不行，不能讲迪亚，都不能讲啊。我们能讲五五六六吗？不行啊。对啊，那个时候根本敌对啊，敌对嘛。对啊，那个活动见到面根本是不屑对方的。说不定他们还真的不知道。嗯，你说你说，最喜欢的唱跳歌手。碧昂斯，碧昂斯，绝对有，有，因为你看看，你看他这个整个身形，身形有没有？有，他这个有这种穿的有跳舞，叫碧昂斯吗？碧昂斯的那种身材，性感哦，性感，那你呢？潘宇。是他，是选你呢，代表他有在 follow 出来。好，要猜，输赢就在猜拳。来，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啊不！对，不一定知道，太难的啦，这蛮毫无头绪。好，我们这边有答案了，一次通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选男生。加入我们的战队，来，我选女生，对对对，我刚也在讲，对，我刚男生好像会跳，来。
挑的歌是女生的歌。对，他不会跳，男生不会跳。男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。男生，不然那你刚为什么不讲呢？让我们后怕。对，你们有。反正我们这一关呢，就是黄队获胜。耶！但是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不会看人。你们确定你们没有要怪我的意思吗？没有没有，怎么会怪你呢？是吗？是我们的 leader 啊，一个 team， 一个 team， 对啊对啊对啊。输了都是你的问题，我们也没有这样讲。而且输了是你要画脸呐。对，你们都没有怪我，因为他一个代表被画脸。对呀、啊。你们都没有怪我，但我怎么好像觉得压力蛮大？怪怪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没说你就是不会猜拳的，都猜输什么的，我就是。我们真的超轻松的，对，对，但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不可以轻易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下面还是要全力以赴，再拿下一个，很想要教哎，很想教，教教哎，教什么？很想教一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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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步步为营啦，好吧，好不好？小心，不是牙龈的龈哦，好不好？